小时都用听觉给你拥抱。你用你的声音激起我的灵魂，多少个夜晚都是你能陪我睡觉。别想太多，只是在听广播。玩我，欢迎光临这店里。你知道吗？台湾从1930年代开始就有广播健康操喽。懂雷马哉，而且这些年代下来还演变出各个不同版本的校园健康操。没有错，而今天金钟广播电台也特地为电台的 DJ 们打造了一首 DJ 健康操哦。真的哦，那我们就一同邀请全台的 DJ 们跟我们一起跳健康操吧。Music, let's go!早上起来刷刷牙，电台音量调最大，它向我 say hello say hello， 它品味非常 hot， 放的音乐都很棒， I say thank you God thank you God。 听懂谁能够爱它，每天在空中分享生活种种的滋味，交通启示路况，遥远不了，有什么都找得到，24小时都用听觉给你声音激起我的灵魂，多少个夜晚都是你能陪我睡觉。别想太多，只是在听广播。玩我，欢迎光临这店里。是我，今晚你们最美丽。是我，祝福的想找到你。我，叫做顺利带回去。流行音乐 in the house， 类型音乐。国民健康操，两手叉腰，耶！一、二、三、四、六、七、八、二、二、三、五、六、三、六、七、二、三、四、六、七、八、二、二、三、五、六，一拍脚尖。快向我 say bravo say bravo， 超越时空的想象，我的梦想非常大， I say oh my god say OMG， 现场的都是同行，一年一度的颁奖，开始幻想如果我有一座金钟奖。各位在台下现在应该很紧张，看最后会不会得到一座金钟奖。你有符号声音，我听那些秘密，现在世界都能看见我们在这里。播音前请记得做 warm up。 欢我，欢迎光临这便利。是我，今晚你们最美丽。是我，祝福分享交到你。我，当作顺利带回去。社会关怀 in the house， 艺术文化 in the house， 生活风格节目 in the house， 广播剧也 in the house， 新校创新 in the house。 听着广播，不管你在哪里，撤离家里，释放压力，压力释放，让我 into music， 继续一趟的 writing history。 每一次都把音乐开到最大， Now put your hands up， 跟我一起撒好数全雷达， Now put your hands up。 One more